你会明白，生命是赐给我们的，拿走生命也一样容易。一二三四，阿妹，无论事情有多困难，我会一直与你同在。我真的很想让你们知道我有多后悔，我的泪和血都模糊了我所要说的话。如果星星不对正，如果你没有看到标志，等待它